看法。就关键的一点就是说，是想忽略了我们这个六月四的市民，没有做到与社区资讯跳过这个做法，做成整个六月四的一个这个有优秀的一个家庭，希望有争取的一个机会变成动员，以这个分区的同事来做这个安排，就是说学生进入这个特殊高中。那对这个方面来说，我们的需求就是说，希望目前市场改革是以什么方式？比如说我们在这几个月来，一直大家有，曾经我也参加过州政府的办公室，就是州长的，就是说他教育局的局长跟我们面对面谈这个事情，他对我们的需求，他也认同我们所做的这个，就是说特殊高中的问题也关注。所以说在这方面几个月来，大大小小抗议示威游行，我们曾经都在做，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市政府是想表达这个事情的关注和关怀，这是我们很愤怒的。所以希望在这方面他有更加了解到我们市民的一个需求，不是说关于我们亚裔的，他整天针对我们亚裔的说什么用金钱来去把小孩子去补习啊，进入这个特殊高中，这是他的一个误解。为什么这样讲？你说，因为我们的亚裔华人在这边，每一个我看不只是亚裔，还有其他族裔，我们希望子女男的成年，女的成妇，这一方面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如果不然的话，哪有一个说尖端的国家有那个在一个优秀的国家或者什么样，种种原因在。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在多方面接触后，我们感觉到市长他所做的一些一定要改变他自己的思路。他现在目前这个教育总监，他简直是不懂得教育，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对他的做法，希望是这样，我们的心情，这个教育总监要下来，这是我们的目标，因为他不下来了，今天虽然是说在州政府中央已经通过不能降职，不能通过这个特殊高中，但是不保证明年以来。所以说我们呼吁九月九号我们是在佛利坎堂那边一个抗议示威大型活动，我们希望要上好几千人在能够出来，中国话能更好，就说你这次不出来你就帮不了自己，要靠自己帮自己才能人家才能帮到你，不要说哎呀这个不关我的事情，是不是都是关每一个我们的家长，每个社区，每个家庭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面对的是更多的，现在目前是一个教育问题，前几天市长又动员了又出一个很不合理的，把监狱再重建一个在那个唐人街，你看一下他整天都想讲不好听的话，就是歧视我们华人，歧视我们少数民族这是不合情理。美国是民主国家，有的很多事情要通过整个社区来继续做好一些才可以得到他的成果。所以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九月九号在佛利坎堂是正式开始，是下午点，希望就是说更多的就是说我们的家长，还有那天是礼拜天，希望天公作美，在唐人街在一起过走下去大概三五分钟就到了，希望多的大一个小孩子学生给其他族裔都一起出来，为这件事情我们要看见到底。This proposal, and I grant that
know, I won't judge the intentions of those who have proposed it, but the effect of this proposal is racist. It's racist against Asian children, and it's also racist against all children who are performing above level. We must keep the test. We must make sure that those children, by their hard work and their study, have earned a seat in a specialized, highly talented school, like the specialized schools are. The Department of Ed, basically, rather than doing the hard job of providing an education for those children who are below level and need more help, and those children who are above level and need to be given the help they need to reach their fullest potential. So we are fighting to keep the SHAT. We are fighting to keep the specialized schools.